在我身边呢，有的是这个态度不善的负责人 Wilson。嗨，嗨，哇，真的很含蓄啊。就你们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你们已经用了这个 Ultralux 洗碗机一段的时间嘛，嗯，你觉得用了这个洗碗机啊，在之前的时候跟现在有什么样的分别吗？会洗得比较快，会更干净。会更干净，因为它洗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些，如果像我的那个烤盘的那个烤盘，因为它会粘那些比较顽固的那个污迹，就是因为它什么有时烤那些猪啊那些腌制的时候它有那些刺，当它烤好之后它就会粘底，嗯，所以会比较不容易去清理。如果是算以前来讲的话，他们洗会需要先蒸这些才来洗，不过现在有啊，传统因为它有热水，它可以 control 在40 degree 那个 Celsius， 然后会比较容易清洗，然后用 chemical 中它的那个声波去清洗它，会比较容易清洗，就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，嗯，会更干净一点。